3690啦，短炒咩价位可以入咧？咁样嗱，我谂好明确啦，讲到短炒，咁其实就短炒真系睇个位睇个走势啦。当然啦，呢一转美团，如果佢同啲科技股比，佢算系 OK 嘅。咁但係當然佢近日如果佢以佢自己嚟比咧，其實動力係減弱咗啲嘅，因為慢慢陰啲落到嚟8-7蚊呢啲位之後咧，其實個 RSI 而家都未上翻50嘅，即係九天都仲係44度，仲爭少少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放一個短炒，我諗炒 range 啦，呢啲位置你去博可以，咁明顯地8-7蚊係個支持位啦，支持位啦。咁變相向下你都係輸可能7蚊-8蚊左右。咁但係上邊如果真係博佢唔穿咧，其實個環區個高位大概210嘅，咁變相嗰個直播空間都大。我諗大概87至210呢40蚊裏邊做住上落升會好啲咯。係好啊。